三年级可以西港庆安宫香客活动就要登场了，历经庆安宫打造的王船顺利完成，历经庙方式遵照传统举办安龙目等仪式，现场也提供龙目水给民众来使用，庙方也欢迎民众会当来参拜。有台第一乡之称的西港庆安宫香客酒店上高调就是烧王船的仪式，历经王船也已经制作完成，庙方人员特别进行王船安龙目牛条等传统仪式。这龙船安龙目等于有一点啊开光的意思。这只王船已经是变作一个神器、神器啦。哦，它已经神格化，将来就是王爷的交通港区。那今仔日只是将伊吊开，坐伫一只车顶尔，互伊进场啊，坐伫车顶尔。遮个主会会长啊，遮委员对。龙的龙船的这个目睭甲揽落，啊下骹有一个桶啊盛开，哦，出这个水吼，其实是会当美容养颜呐，啊趋吉避凶吼，消除一挂歹的物件、污秽的物件，嘿。规仪式依照传统可以进行，安龙目的时阵，庙方特别甲揽着龙目的水用桶啊盛起来，放伫咧王船头前，提供给民众啉，或者是讲洗目睭。庙方另外嘛表示，会当防止瘟疫，保佑大家身体健康。这个造型吼，伊其实这个船的船头，就是将迄个一尾龙的意象，甲意象化，把它做一个意象吼。你看上下骹有伊个牙，龙牙有无？吼，啊有绣物件，即拢咧辟邪用的。啊，然后即那像你感觉那像龙的即个龙手啦，龙的胡须啦，吼、哦。那么都是都是辟邪用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佮上顶悬佮有迄个五宝，啊，全部拢是即个辟邪的物件，嘿。王船的造型，每一个部分拢是利用龙的意象来表达无同款的意义。上主要的用途拢是用来辟邪。而西港庆安宫的香客是地方重要的民俗活动，庙方人员嘛欢迎大家来参拜，祈求阖家平安。记者陈林嘉义，西港区采访报道。